听众们好，这期是地方名酒横评的最后一期节目，是说港澳台的白酒。有些酒友说我这评的太偏啊，这期是偏，但是我得做，因为我想把中国的地区酒补全，就不能少了港澳台。我先喝这个香港白酒，我对这个酒还是挺期待的啊，因为它是意大利人做的中国白酒，一会儿我喝完说。其实香港没有像样的白酒，因为香港主要喝洋酒。这个 HKB 香港白酒喝起来，它很有特点，它酒调的是时髦洋气。具体我觉得它挺极端的。我从好不好两方面说吧，先说好的。这个酒是浓香风格，它开始的香调得很好，有一点桂花甜和巧克力的味道。凉糟和窖香这些发沉的味道反而小，酒不浓重，但是香气深，有一点高级香水那个感觉，就轻而不淡，喝着是透净啊，温润舒服。但是它的保持非常短，就开始那么一小股，很快啊就化了。这个酒没有力量，它的好存不住，非常短，不精品，就老得喝。这个酒是低度，是43度。750毫升，387块钱。我觉得时髦啊，典型这都有，酒瓶子也漂亮，但是这个酒前中后的完整度上做的不算面面俱到。它开始的香气细致，确实很漂亮，但是基本没有中后段啊，没有保持。这种酒喝起来像饮料，就是好喝不尽兴。这个香港白酒它先是在四川选多粮做发酵和第一次蒸酒，蒸完的酒呢再运到意大利啊，再蒸馏就复蒸完了，放到橡木桶里存2年。那这种酒就属于中西结合，就底子是四川的，面上调味的是外国的。它的喝法呢是调鸡尾酒用，我这回是直接喝了啊，我觉得不难喝。这个酒它没有什么性价比，因为没得比，但是我喝完确实印象挺深的。我再喝下一个台湾的金门高粱酒。这个是58度的白金龙啊，是清香酒。我这个是小酒版，大瓶是600毫升，200块钱。这个酒挺好喝的，它是劲儿大，烈浓重。如果要比老白汾酒，那金酒的香气要更复杂，是糟香重，但是苦味小，口感是稍烈啊，有劲儿，浓重，但是它不算刺激，保持时间也长。整体的酒质有一点混重，但我觉得还是挺好喝的。酒挺完整的，但是金酒其实我喝过好多次，有好几次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酒很容易买到假的。再说说台湾的金门高粱酒和山西的清江在做法上有什么不一样。一是酒曲，山西清江是低温曲啊，大麦豌豆做，金门清江呢是中高温曲，是小麦做，那这种曲就更像浓香，所以酒显浓。第二个是斋酒，山西清香是低温斋，那金门是高温斋。这种斋法像酱香啊，它斋的温度不一样，那流出来的成分就不一样。这两个特点呢，就是金门的清香酒喝起来味道会浓的原因。我再喝下一个，58斤玉山高粱酒。这个玉山高粱酒也是台湾的清香酒，比金门便宜，是140块钱，是58度，600毫升。喝起来这个酒的味道有点弱，而且单调，具体是甜小苦大，虎虎其重，口感初段有点像豉香，
就滑。中后段呢，这个酒喝着挺薄的，酒不润，也不够香，而且有一点涩。140块钱这种酒是，这酒级给的真的不算高，不是太好喝。我再喝下一个，88坑道。这个88坑道，名字是说酒是在坑道里头，就防空洞里存的。价格是140啊，600毫升，42度，喝起来还不如这个58斤。这个酒就是小苦水，清苦单调，酒体淡薄，就一薄到底，水了吧唧的，不太好喝。我刚喝的三个都是台湾的代表清香啊，现在喝台湾的酱香酒，就是玉山茅台酒。这个玉山茅台据说是那会儿打仗输了之后，把茅台的酿酒师啊，加上设备还有原料种子等等一起打包到台湾去做的酒。这酒是115斤装，54度，喝起来它确实是酱香风格，而且它香气很规矩啊，喝着能习惯。但是这个酒呢，它不够香，虽然它度数高，但是酱甜弱，味道不浓郁，也不饱满，还有点清苦，口感是单调，就是淡，就没有柔润醇厚这些体会。这个酒要总结的话，它的口感像清香，味道像酱香，酒级不算高，喝着淡，但是整体还是协调的，喝着起码是匀称干净的，味道不怪。115块钱，我觉得比这个什么58斤还有这个坑酒啊，这个不算坑人。台湾的酒喝完了，再喝澳门的，就是这个澳门的花酒。这个澳门花酒据说是澳门最有名气的白酒，它是属于小曲高粱酒，曲是药小曲，配料有栀苣子，栀苣子是个解酒用的药材啊，这是工艺特点。这个酒是2两啊，30块钱，50度，喝起来有点怪，它香气小，味道是果甜，但是甜很小，很苦很重，口感不亮，有一点闷。就是闷中带苦，中后段发涩，酒整体很单调，口感不润，很薄。这个酒我觉得比常见的20-30块钱的小曲清香是远不如的。那虽然可能澳门人的口味不一样，但一个是我确实没有喝出什么新的口味，或者说做不出来的特点。再一个是小曲清香的清甜啊、爽口这些特点上，这个澳门花酒我是没太体会出来。这次喝完港澳台的酒，这个地区篇的评测系列就做完了。我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，多谢酒友朋友们的一路陪伴。我后面会按省把全国各个地方的主要酒做成一个合集，供酒友买酒或者旅游的时候方便看。下一期我会出地区篇的总结，就找出几个我认为的好酒。再之后的内容，我就开始做大肠主流酒的横评。那酒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懂白酒，看白酒言。